我终于回来车里面拿回了手机，从华云万街那边走到段永发这边足足走了20多分钟。下次记得手机要时刻放在兜里面，特别是像我这种两台手机的，这么来回走一次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浪费一个小时，一下子还要走回去呢，唉，不容易。两台手机就是容易忘记了。那么好，现在回家。现在咱们准备出发过去桂峰山，还有桂峰山下面的牌坊那里走走。今天是大年初三，看看那边庙会有什么活动吧。咱们准备出发。现在这边太多车太多人了，咱们在下面找地方停好车，然后再打车上来。你自己看一下路边的情况。第21届桂峰之春文化庙会，就新会每年新年都会有的，有兴趣大家可以过来看看。哦，今天有蔡礼佛遇上咏春，几钱钱啊？诶，草莓10蚊。十五蚊呢只咧？十蚊。有冇平啲啊？草莓？冇平嘅咯。平啲啊？贵啊！你唔系冲啊？啲草莓几钱？几钱钱啊？草莓15，生咗10蚊。十五。草莓15一串，冰糖葫芦有点贵，咱们找一档杀价看看能不能降下来。上面呢，还在没来。
这个唐布甩这边太多人排队了，咱们转去其他地方走走，一下子买一份试一下吧。哎，老板， okay. 给我拿一串。Okay. 咱们拿到了，试一下。味道还算可以。好捞啊！我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看看那边他们买那个糖醋甩搞定没有。甜点吗？咱们试一下糖醋甩。嗯，很适口的。这个可以，没差别。整体味道跟以前在东方红柿的那还差不多。吃完东西要扔垃圾桶才行。买了一杯鲜榨这支，一下也试一下吧。味道还是不错的。来啦，想什么味道呢？再贴近，再贴近。哇，大饼。几钱买啊，老细？18蚊。18蚊？系。哦。8蚊唔系18蚊。8蚊系嘛？系。你唔食啊？我仲攞份虾饼喎。几个？俾一份虾饼我。攞两个15蚊咯。六蚊，我攞一份得啦，我试下啫。好啊，晒。虾饼。诶，老细8蚊啊。好。晒晒。就一下8块钱虾饼。两只大虾，味道还是不错。买个玩具送俾佢，快乐过年贺新岁。你开多拿多啦。新年好啊！嗯，睇下呢度，不错。这个8块钱的虾饼，但是这前面我吃过，性价比比较高。咱们继续走。温度为何？不用，他会说的，你相信我啊，妹妹。一定是装得下的，你相信我。Thank you.
有咩馅噶？有两种，一个系甜嘅红豆，或者系芝士。10元一份喎。啊，10元一条。10元一条。哦。睇睇先。小姐，嗰种唔系，嗰种系微笑，嗰种入边有馅嘅，有芝士芋泥，芝士芋泥28。这个就是鸡蛋仔了，新鲜的还是脆口，爽滑很多，不错。那么好了，基本上这个庙会的杂事我走了一圈了，非常丰富精彩，有兴趣大家来走走看看。好了，改过来喝茶了，没有上去桂峰山了，因为小朋友比较饿。那么一下子点个羊排，点个青菜，什么鸡骨一顿。他们的羊排终于上来了，拿一块试一下吧。太热。猪肉片，对呀、啊，它这种不是单纯肉的，它有两个肉，好香。有兴趣大家可以来吃一下，这里的招牌是狗仔啊，还有羊排，还有一些其他特色菜。下次咱们过来再吃其他，今天就吃了这个羊排先。好了，中午从大荣城回来之后，就直接过来这边继续更新发布产品。接下来估计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整理产品，因为还要对接 Coupon 那边的 API， 所以要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。咱们一步步来吧。